车子开进停车场或者是大卖场，您有发现到有些民众开始分享一些经验哦，包括说在停车的时候该是车头朝外还是车头朝内呢？有人认为说车头朝外会比车头朝内更省油，理由是因为如果车头朝内停车，等到要再一次发动的时候，这冷车这个会令这个车子呢倒出哦这个停车格，那么当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这引擎温度不够就非常耗油了。不过真的是如此吗？我们要询问一下专家了。你知道吗？停车也能让您省油，不过到底是车头朝前还是车头向内，哪种停法能省最多油也是一门学问。看到停车格，有人顺势车头给它撸进去，有人则是多花点功夫倒车入库，因为据说这样比较省油。对，车头朝内比较省油。我觉得应该是倒车进车库比较省油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油箱在后面呢。车头向内停进车格，要离开发动引擎，在冷车状态挖苦倒车是车子最耗油的时候。像这样倒车入库，离开时可以缓慢提高引擎温度，不必倒车离开，据说可以省油。如果你若挖苦较久，当然你就较省油。你若一日出去，当然你看车在驶，你都免阁他妈撸来撸。车头向内向外停真的差这么多吗？专家表示，省油关键在于温车时间，冷车倒车的确耗油，不过新车差异性并不大。你温车跟无温车，马上开或是说停一下。车头朝外停车，有人说除了发动方便还能省油，不过像这样顺畅倒车离开，影响其实微乎其微，想要省油还是先温车比较实际。中央社林嘉欣、周大祥、张俊栋、林建文台中南投采访报道。